中午吃饭了，今天上午就干了两个零件，这个不锈钢的，现在这个做好了。其实这个昨天就已经做了，但是今天上午才做好。这两个孔有公差，然后这个孔、这个还有这个。也是有公差的，然后还有一个侧面有两个牙孔，两个销孔，中间这两个是有公差的孔，这个都是用虎钳夹着做的，一上午就干了，这台机就干了这一个零件，然后下午开始。干这个也是不锈钢的，有四件。看一下，就是这里洗一个槽，小玩意儿还不能用力夹，因为这个料是不锈钢，你用力夹，有时候给它夹变形了都。今天这个班上完就放假了，然后直接放假4天。先吃饭，吃完饭再干，再给你们看看这个图档。最近又有人问我要图档，看一下啊，这些图档。这些图档其实都是我们做过的，这是相对就是稍微麻烦一点的图档，形状就是怎么说呢，加工的时候不好装夹吧，这一种都相对麻烦一点。这个工件也不好装夹。像这种都是4轴，也不是4轴，也有4轴的。这个就是4轴做的，这下面这应该是个锯具。4轴、5轴的也有，但是不多。最近不忙，所以有时候就。闲的时候就把这些图档给它找一找，找图档很麻烦的，都是在这个几千份图档里面一个一个找出来的，也很麻烦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图档，你看是从2017年到2022年，然后按时间月份，然后保存的图档。然后你看，每一天的几乎都有，所以这个图档找起来真的很麻烦。好了，先吃饭了，我饭都凉了，看吃的啥，全是青菜，吃饭了。